晚安，爱你宝贝，亲亲，啾咪，嗯嘛。哎，是不是以为又是口水？就我一看，怎么好像有点勾勾的？那一弹。他上礼拜还上上礼拜就跟许光汉演广告啊，讲一个礼拜许光一直跟我说许什么许光汉有什么小狗脸，我们都只能做举光号哎。我是一定睡前会玩娃娃，龙龙会用娃娃跟我聊天一小时，到今天才五分钟，没有乱讲。一小时就真的要看病哦、喔！欢迎来看看评语。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啊，是帮男生凹的一个系列。而且你如果回答不出来的问题，我们基本上我帮你回答，站在你这边。接下来就进入感情中的圈叉是非题。水油觉得舌吻很多余。三，舌吻。一，我知道三小时。为什么回答？因为有时候就好像就是亲一下就好了，然后有时候。啊，因为我不太会亲，不会想要每次都舌吻。他有口臭，没有没有，他不太会亲哦，他就是不太会亲。他一开始跟我亲嘴的时候，他会亲到我整个嘴巴旁边都是口水，但他这样亲，他妈很毒的，没有亲过，没有亲过。他有一次他亲我，但还好不亲嘴巴，他亲旁边，然后亲完我就觉得哎，怎么湿湿的，以为又是口水，结果一看怎么好像有点勾勾的，那一定是痰。有另一半就不应该再乱看妹子或帅哥。三、二、一，噔噔，应该没有问题吧？我也是差哎、欸，我也是差。但我很好奇，女生会看着 IG 上的男生，然后意淫那些男生吗？男生可能会，但是不是有句话说，女生射起来是我们男生永远无法超过的。对啊，会看那些男偶像说，好想跟他。对啊，来一个。会吗？你们会这样吗？只会说，可能类似说啊，想当他女友什么什么这种，不会倒是。想跟他做什么？对啊，我想到了，因为他上礼拜上上礼拜就跟许光汉演广告啊，回来之后聊了一个礼拜许光汉呢、欸，不敢相信，讲一个礼拜许光汉一直跟我说许光汉有什么小狗脸，什么狗脸，我们都只能做许光号哎、欸。那你看女生的想法，一定多多少少一定都会有一些遐想啊，一定都会啊。而且我觉得男生是猜得开的，就是啊，这个是属于比较这个。身体派，然后但这个可以跟他谈感情。女生做错事的时候，千万不能凶。3、2、1。不是我们的凶不是凶啊，男生只是急不是凶。有时候女生会因为一点点小事就凶男生，但是明明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事情哦。如果男生凶回去，哎，男生就不应该，因为他太笨了。这个我有时候可能忘东西，然后他就很生气，因为每一次都忘。我真的很常忘记带钥匙回家。对啊，然后他就一直找锁匙。对，我找四五次锁匙、啊，这我会生气耶，对，我会生气耶，我真的生气哦。你不会忘记带钥匙回家？你知道爱因斯坦有时候会忘记自己家在哪里吗？律师已经想跳槽了。情侣交往绝对不能骗另外一半。我问一下唯一一位女生瑞斯，你觉得事实的谎言是好的？一定会啊，其实我也会这样，比如说我不小心放屁了，男生会说你是放屁，我说没有啊，这是面子问题。哦。男生问你说我大不大，我一定会说大。善意的谎言啊。真的。感情要长久，就是要活得很努力啊。我就问品瑜，如果我今天偷去嫖，你会不会觉得说我干脆骗你，干脆瞒你到底？可是你好，你现在不讲，那你就请你保证这一辈子我都不讲，不然你后面讲一定爆掉。啊、就直接讲啊！他平时用到泰国洗了。外售不能只点自己一个人的。3、2，漂亮。一，哎，只有我们两个是圈吗？在一起的时候我要帮你点嘛。对对对对吧？自己的，对。二十为什么？你要的、啊，我现在还不饿，或者你想要吃牛排，我想要吃日式料理，不同家。跟你。对对对，分开点就好，没关系。没有没有，这个是有钱的操作。因为我们两个人点是要点那个200块免运的。曾经有一次，因为这件事大吵架，就是这种小事。我说我一个人点不到运费嘛，然后我说帮你点你要的哦，然后他就说不要。我说没关系，你选个汤。他说我不饿啊，我说你就选个汤。他说我不饿，我说你没有喝完也没关系，因为我凑满这个运费。好，他就是不要，一直不要。我说我在不要什么，这是你赢的局面哎，我会出哎，我在请你哎，你现在不要就是你请哦。哦，那最后他真的不要，变他请。你在乎一个共感是不是？对，我是共感人呐、啊。我讲一个，我觉得共感我自己很有感的。对，我很常跟我女朋友一起看剧，然后我在看剧的同时，我发现我女朋友竟然在滑手机。哇，我不能接受这点、欸，我也不能接受，这我完全不能理解。不是，因为我们是每天晚上在家里追剧，那有时候这个剧情的地方是比较平淡的，我可能就会想要看一下手机。一些过场啊，对。欸、绝命毒师、欸、每分每秒、啊、绝命毒师这么屌的有什么好他很精彩的地方我都会认真看吗、啊、你问酷炫我可以懂你可以懂因为我看 Netflix 都是快转
我没穿什么给他好看的，他就跳着看。对，没办法，超快倍速，对，我就放正常速度看。那这一题原本问题到底是什么？外送啊，外送。我觉得可以各点各的，可是我觉得你自己要点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我在旁边的话，应该要问说，你妈吃的啊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没关系，就这样你自己点，懂吗？就是不可以不问，然后自己点完之后呢，自己有一桌吃的，然后吃完之后呢，我就坐在旁边这样看你吃这样。看到没有，像我这样，一定要问，然后一定要点。你不需要问我，我也不需要问你。那就自己没有这样，对对对对对，不能没有仪式感的。我觉得感情就是建构在很多小细节上。我每天晚上，我一定会跟我的宝贝说晚安。而且我一定会睡前给他个拥抱，一定要，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。一定要。他昨天晚上直接就睡了，我傻眼哎，对，我真的傻眼哎，就会生气了，这我没办法接受，就会生气了。我不管多累，我都会记得。对，一定要晚安，爱你宝贝，亲亲，啾咪，嗯，我是一定睡前会玩娃娃，柔柔会用娃娃跟我聊天一小时，当时有点久，才五分钟，你乱讲话，一小时就真的要看病哦。对。男生 IG 追踪或看一堆身材养眼的辣妹，都是因为太爱另外一半了。3、2、1，这是什么题目啊？一定对。我这个我是三角形，也不是因为最爱他，所以追踪很多妹子。我追踪很多妹子，不代表我不爱他。我们是在帮你找一个台阶，让你以后可以合理的一直。对，别是并结啊，你看，就是因为你说的。酷炫的，酷炫的。我是因为太爱另外一半，所以越追。你有一次，你密一个女生说，而且我们已经在一起了。你密一个女生说你要送她歌吉他啊？好，好，那你不对哎。这么爱的东西，你要送给她？没有，因为当时那个女生她发了一个歌吉他的限动，她看那个歌吉他模型。那因为我是歌吉他专家嘛，她怕朋友买到盗版的，那怎么加入玩具圈的大家庭？你有钱就花她身上，为什么要花在别的女生身上？哦，不不不，我们是聊，我们聊这个事情。我有说要送她。只是打打嘴炮而已。他是因为太爱你，想要吸引你的注意，对，故意让你看到。他会这么笨吗？以前学校不是有些男生会弄你弄你，他就想吸引你注意而已。对，真正的状况是这样。真正的状况是因为我们在单身前嘛，因为毕竟我也在这圈子里面，你还是会认识不少女生。然后呢，有些单身前有在联络的女生，你后来没有在一起嘛，没干嘛嘛，对不对？跟你在一起之后，突然就都没联络，你不觉得也很怪吗？我知道你满脸都汗。对对对对对，没卡着脸，就是为什么有些关系一交往，你就完全不能跟人家联络了？没有，可以联络，可是不能送东西，也不能讲奇怪的话。他讲奇怪的话了喽，就是比如说你屁股好翘哦。哇哇哇！要是没事，哪怕全世界唾弃你，这边还有个辩护律师。你们是最近有在健身的？对对对，聊健身的话题，他屁股一定要翘哦。我想问他屁股怎么练，我想叫他教你。